30块。在哪里？那个最右边。我靠！八子都没了。有电的声音哦，啊、要小心哦、啊。最旁边那个是失明闪光灯，对对对对，闪光闪光，我要失明。我要警报搞呢。哇，阿米菲，你买给我好了。哦哦，我他说来到我们这里，你们小心哦。再来，在哪里？买什么？买什么给你？有，哈基来，哈基过来。好好好。上面，对，他在上面，他剩三滴血，他在玩，摔死了，自己摔死了。哎、欸，对，垫脚石在那边玩。他在堵我们的路，是不是？对。米菲会学吗？那个技能书，有啊、就你买无敌跟瞬移、欸，然后你要，它会先是一本书，那你按右键之后，它会变成一个技能。可是它只有十秒哎、欸。对，可是那十秒就很关键了。王武术，我以前王武术啊。对，按你那个技能就是书点右键，它就变成那物品，那物品就是 Q 出来，它就会使用。你可以学无敌跟瞬移。瞬移。对，因为瞬移的话，就是你被抓到，你就直接 Q 出来，你就可以顺走那里，就安全了。哦，还可以 Q 哦。对对对，要用 Q 哦，要用 Q 哦，你不要。要用 Q 的人。哦，对对对，你有需要再用哦，你不要这样。哎，试试看，练习看看。别现在练，然后紧急的时候就没得用了。真的。哎，怎么瞬移到这里去了？没了。那你钱够多的话，你还可以再买一个那个发光。我钱很多啊，好啊，技能最多就是学三个，发光，宣传发光时、啊，对，有装备忘记脱啊，被发现了吗？天眼，对对，天眼没错啊，忘记脱装备啦，我刚才记得要脱，那忘记啦。来啦，你在哪？我帮你脱啦，我自己在家里脱掉了。原来是不是？忘了帮你脱了。我、哦、下面在打。米菲跑！哎，哈基是哈基。好、啊、好。哈基有了。他们重要的人都在家里。嗯。刚刚杰克很坏、啊，他躲在村民后面射我。啊、我射过去，那村民都懂。感谢他们的懂呢。卢敏的臂力不够啊，还想。还想他自己要扎自己，哦、哇！我有钱呐、啊，结果是雨天、啊哦。我的钱呐、啊！我觉得你跟谁结婚？有外情啊！我跟那个泱泱啊。哦哟，没钱了！哎、欸、呦、哦，炸弹直接炸过来了！炸欺自己队友的钱。开玩笑，是炸欺啊！那没办法、啊，谁叫他？人说喽，家里有人在垫东西。合情合理的。我不在家，应该是又是哈基。家里有人在垫东西。哎、欸，脚下，脚下、哎，我要去换。又丢炸弹，箱子什么东西又喷出来、啊？哈基刚来这边炸、啊。你为什么？危险、啊！小心哈基就好。可是他应该都是空装啦，所以应该还行。啊，空桥一直都是 OK 的哦，我一直在稳固。平地挖多一点，哎、欸，中间那个100块有复活了。啊，我没挖。有人去捡吗？我没有，还没。没。一直都还在，看有没有人想要去。失明的，估计他们也忘了。我还在附魔，我还在附魔。我去看看，我去看。他们人都不见了、欸，有没有要发光一下？哦，我的发光还没回来。你不是有学发光？有啊，你要发光吗？对，把那发光荧光石嘛丢出去。哎呦，哎，是陨月，陨月了。他们是杰克。你这个好的装备自己穿一下。杰克、哦，我自己穿个爆炸保护哈。哎，杰克有功，他应该是有用附魔。不是，杰克会在哪里？哎呦，他刚才丢手榴弹的声音，就开始在射。我听到丢手榴弹的声音。还可以吗？对，有人丢上来了、哦，那箱。我活得好好的，然后上面有隐形，他记在上面，他记上面。你被你的发光用了吗？荧光石 Q 出去。有，那这。我炸不死，我爆炸保护。我打他，跑去哪、啊？他死了。没有没关系。没有，他死了。来，那个米菲，你身上是不是有荧光石？没有。啊，你不是有学发光？技能吗？对，还是他还是输。我还没用啊。那你用啊，现在用。可不可以给我一把剑啊？我现在一把剑都没有。
有米菲你学会了，对，就是这样子使用，有看得一清二楚。六六六啊，不愧是米菲。所以我可以去砍人吗？可以，你想砍人可以，你现在可以了。那我今天我给那个国王。对对对对，交接交接给。哎，谁在那个虫上面？我。好，你准备了。好。他在那个二楼，对，村民那里。对，他往上，他到副台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来了。他搞那个。然后他自己死掉，消除发光。哎，你发光，你发光了。你亮晶晶。对，你赶快全用掉，全用掉。应该比较难啊。嗯。只可惜。啊，你争取时间，我这边可以把前面路铺更好。锋利。哇，你还顺走、哦，六六六。很会哦。哦，蓝色可以，蓝色。该死的发光。他应该是有看到粒子，所以他。刚刚就是上二楼，那个他还狂丢经验瓶。哎，嘿，商人，商人哦。我王国的商行比较还好。那有那个可以抽奖。对。商人嘞，掉下去下面。那在底下吧。他在下面。他在那个啊，对，浅浅那里。嗯，在浅那里。燃烧锋利，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我给你哦，给你哦。没有，这不能养马，养太粗不了，可怜。等一下，你的书可以啊。哎，你的书怎么都没有学？给你用啊。不是不是，一个人。可他每个人都可以学。对。哦，真的。每个人只能学三个技能，每个人只能学三个。哦，那给我吧。输给自己就好了。我已经学掉了，哎，谢谢。好。冲花剂，冲花剂，好，打我家凡凡。喂，还想躲？还想躲？哎，对耶！加油吧，炸他！喂，炸死他！帮我个弓吗？弓箱子里面应该有个墙壁吧？哦，好。你用弓啊，用炸他！这里都已经稳住了。好，我300块。炸爆他们！炸起来！哇、哦，这电好快哦，吓到我！买个盾。小三出现！哦，原来就是杰克。杰克、啊，两个人都招东西。杰克哦，哎，你们学校的哦。杰克、哦，不干我事。里面你有杰克都乱了，伴侣了还这样？没有是杰克哦，杰克真的是。哎，中间的怎样？中间怎么了？怎么变空心了、啊？补血塔怎么是空心的啊？嗯啊，补血塔？对啊，那个是那个不是本来就空的吗？不是，真是空心的。空心的，我只知道空心菜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你掉下去了，你小心啊！没事没事没事，还活着还活着。他们来追你了，你小心点、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有摄影，我还有摄影。哎、欸，团团的弓很痛哦，可以的话来炸。哎、欸，人在上面。顺走，顺走，顺走，我顺一下。可这样我就暂时没办法。杰克 ，kill 掉 ，surprise。碎啦！哎、欸，他还补血塔那边，他还补血塔那边。可是我没办法，没办法过去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补、欸、血塔是空心，我真的是吓到哎、欸。第一次知道。不是，因为我想要在里面中间挖个阶梯上去，结果没办法。还是他新更新成这样、啊，有修正吗？对，因为我记得以前是实心的、啊，实心的，所以可以挖个那个梯子上去。楼梯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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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实在是啊。哎、欸，还是我们有人挖、啊，我们这样子是实心的。哦，没有吧？还是他们特别有没有？阵营不一样吗？去改造的吗？我去看，我不信。太奇怪了，我还特地去挖那个。哎、欸，小影现在要小心哦，我没办法支援。嗯，没事，我知道。跳。空心的啊！你骗我。空心的吗？哎、欸，他们还自己在家。哎、欸，我们家。我刚从下面挖，看是实心啊。啊，没事。哎、欸，那个毛毛虫，叠上去了，叠上去了，叠上去了。听到我们家是不是？哦，下去了，摔死了，摔死了，团团死了，团团死了，团团弓很强，团团弓很强，不，捡他的弓，捡他的弓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在哪里啊？他走到了补血塔那里，没关系，应该直接炸掉了。对啊，
做不到。所以因为你装备都有了是不是？我装备都有了，我全最少保护了。他进来。等一下，我还鞋子。嗯，拿去鞋子还行。啊，你的装了。哈基，你掉妆了呢。他就喜欢这样子啊。他真的很像是水果用那个网子包起来，有没有？哈基去了，哈基去了，哈基去了。啊，上去二楼了，二楼了。再点不进，我刚刚 surprise。啊，他想要让我通气啊。上去。米菲，你可以那个啊，继续挖钱或者是免洗冲他们。好啊，想干嘛就干嘛，好不好？自由了，我说到做到。Freedom！ 哈基感觉已经进去了，对啊。嗯、没关系。他找不到去哪？哈基在床那边呢，上去了，出来了。会他？他忙，大部分都还在家。哈基 ，slow， 切西瓜。又换人了吗？米菲，你又回来，你在哪里？米菲回来，你在哪？米菲，你等等。我在楼上啊。哦，好，你又被封印了，你不能乱跑了，你又被封印了。露米在哪里？商店区。好的。我有钱吗？有没有吃的？分我一点点。有，你有170块。我刚刚杀了两只。七。时间又快到了，算了。嗨哈基，哦，他带牛排，为什么是牛排？太天眼了，还以为是西瓜。哎，要不等一下？哦，我已经开了。哦，好吧，因为没事，剩50秒。哈基刚死，他又要继续跑了，他好累哦。他等下跑过来就结束了吧？血条炸掉。还有40秒，你可以尽情的炸一炸。哎呦，掉下去了。怎么是头头在跟我僵那边对峙？他既从右边来了。我看到。哇！摔死了！啊！我摔死了！我被射到了。离婚了。啊！你掉装备了？掉中间，掉中间。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头头那个路掉下去。哎，中间是哪里？他们的那里。我捡回来了。哇！没事。做到。那个要结束了。6秒。哎，我的胸甲嘞！我的胸甲掉虚空了吗？哦呦！抢钱钱！哦呦，死掉了！啊，你死了！嗯，没关系。那你装备弓？装备应该没有不见吧？哎，我的弓不见。我来去看看。刚好。哦，他们去捡了。他们捡了，我们捡。嗯，强三的弓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强四。有，我有强四。哦。你被 go。我够吗？按啊。够啊。国王呢？你不够，不是你够去对面哦。对话框，是你要按确定。别着急。不一样就够。我差点就，我也快冲过去。哎，中间的谁要去挖？我要去闹。我没有装备。我有装备。我去。好，我正想说要炸掉。他进来了。你怎么没动？手，哎，手。那我跟音乐走上面。好，你先上。我补起来那个路，那可以走了。干就发光，还我隐形药水哦。挖完了。好，做个保护的一层。哈基来，哈基来了。立鬼。你们家里哈基自己盯一下哦。没事啦。在楼下是不是？他偷东西是不是啊？团不是小偷，我们的他无敌，刚刚。喂，我总送到他们家来。Oh no！ Oh no！ 你可以持续瞄他吗，音乐？好，我来。他是不是有丢了？有，他有丢，他丢，他丢了。Oh no！ Oh no！ 喂，不行，我回家了。我刚被炸掉了。哈基啊！啊，你怎么也挂了？哈基把我推下去了。他竟然穿过你！哎，我看到你的尸体。我刚暂时都先捡了，我上来再给。哎呦，哈基哦，哈基在家里啊？对对对。哎，怎么又换？因为那先给你。要爆了！你怎么没装备啊？我没事。我有装备啊。哎，我没有捡到你的装哎。有，就捡到你的弓。在他身上吧。有他没有全部喷？不会掉下来。没有全部喷。
我没全喷哦，对对对，他进来了，小屁孩呢？小屁孩呢？难怪生出一个小屁孩，我在洞口等他，屁孩生小屁孩，我在洞口等他，为什么？他激动，他激动，天有，我已经有了，我已经有，我上楼上枪，快来，他底下，太快了。啊，自己补自己补，然后去他另外一个洞等他。无敌也回来了。他计死了吗？还活着？你不在追他？没有，不想追了。那你可以把那个、啊、洞全部补堵住，堵住那个西瓜洞。哎、欸，爆裂物，100块。你有爆裂物啦。小屁孩去找你爸，去找你爸。小屁孩有没有在做事啊？没有哦，没有哦，小屁孩在看风景，他是到处逛而已。这是小屁孩、欸，感觉他只有在到处走来走去而已。我帮忙种一下，射个两拳也好。我看到了，哪里？你后面，你后面。一楼有。哪是一楼啊？地下室啊，一楼。地下室。差的有点远哦，我又来炸他们虫虫。好，他自己都已经皮革装了。哎、欸，你是来找你爸？你爸刚被你妈杀。我知道他是为什么一直来了，他是找他儿子啊。原来是找儿子的。他还没看过他小孩呀、啊，我还阻止他，不是有点过分啊？不是他爸死了，他才冲下来他爸死掉的位置看他。爸，你怎么已经变成西瓜子了？冲过去！你在射，小心！这个是爸爸的味道。是爸爸。哎、欸，哈基又从左边喽，你们家里小心哦。我去对面玩喽。哈基又在千里寻子哦。我看到他穿皮革装冲过来了。哇！不惜穿着一身破烂，你要见儿子一面、欸。我一定要见我儿子一面。从我那胖啊，我都扔过头。我们这边离比较远，比较难丢。叠近一点，他们一直在对我们虎视眈眈。就在一楼、哦，他就在一楼。真的是一楼哈、哦？一楼对吧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差不多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后面。你的因为他皮革装，他皮革装哎、欸。他打不痛、啊，就是怕他用那个无敌帮助。他出来了。哎、欸，财产均分，主动离婚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怎么不能动？啊？我动不了，哎、欸，动了，我动了，动了，动了，我跑，快跑！还是有定身术。哎呦，这么帅气！团团，快跑！哎、欸，小雨的弓回来了。我的弓回来了吗？我打卢米掉爆出来的，还你。掉跑了，我帮你打回来了。哦，又被打掉。他们有弓有击退，我没有，可惜。天作之合。哦，射到了！哎呦，可恶，损失了！哎、欸，攻回来了！哇，这样其实很强哎、欸，很强啊！